算去超市去补一些生活用品，因为家里的有一些生活用品已经用完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准备去Sainsbury， 就是其中一家比较属于是中上一点的超市吧。然后呢，它有那个每个月基本上有一些coupon会寄给我们的，但是我发现我拿出来的这个呢，其实是还没有到时候，是到七月份的时候才可以用。然后我去到时候再给你们看一下英国的超市吧。然后我们还会去那个韩国的超市。现在天气非常的好，天很蓝哦。耶，我们到了，我们现在就是去这一家超市喽。好，我们现在拿到车就准备进去喽。先看一下它的开放时间，这边是卖衣服的，草莓才1.4磅，新鲜的，看，还有鲜瓜，还有苹果。天气太热，所以我们现在要选一个西瓜回去。看这西瓜。咁大呢个西瓜？唔得咯，嗰啲蜜清晰。就买一个大西瓜回去吃。这里还有一个小西瓜。那我们来去买一个大的，超重的。有一些野餐的、开 party 的一些琳琅满目。看一下这多少钱？才85币，超便宜的。好。我们要这个，还有我老公最喜欢看的酒区，这里的酒很多很多，然后有时候会有特价，然后他就拿了一瓶 whisky， 然后就来到我最喜欢的薯片区啦，洋，你们说的洋芋片就是这个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一个，看多少钱？才1磅，有时候他会。其他店铺会有其他价格的，然后我最主要还是一定要1磅才买。还有这是什么味道？鸡，然后我就要一个这个，一个这个，那这2包走，这还有很多很多。再看，这全部所有都是卖薯片的。还有就是这个我最喜欢喝的 Rose Lemonade。但是今天的价格是1.2磅，没有减价，之前要一瓶吧。我们在家里就是今天缺这个，所以今天要特意来买大便纸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些药妆，就有几个药妆店，但是英国的超市药妆是比较少了，没有在，好像美国那边的超市比较多，然后这边就只有3、4个、5、6个这样子，比较少。这边呢就是他们在付款，排队付款的蔬菜，这种他们用来做沙拉的一些蔬菜啊，这样子。然后有一些就是2磅钱，1.5英镑这样子。看到青椒颜色是不是好开心哦？看，好漂亮。然后这一边啊，就是卖新鲜的鱼，还有新鲜的肉肉。这里最重要的牛奶，他们每天必备的牛奶，而这的牛奶也是超级的便宜，这60p 这么一罐。然后他们的牛奶比水还要便宜，这个是全脂的，这个红色的就是脱脂的。然后一般我家里就是买这一个，这个41p。还有这一些很可爱的方糖蛋糕，那也是好看不好吃的啦。看一下，波普的蛋糕，
小糕点这样子，emoji 表情的小蛋糕， Oreo 的甜甜圈，这个我吃过，挺好吃的。这里是一些果酱啊，他们很喜欢用果酱沾面包吃这样子。果酱，看这个包超大的，硬绷绷，这个手还要大，因为我喜欢带硬绷绷的包哎。然后这一边是自助买单。今天天气真是超级好的。在这里的超市呢，还有一些地方可以把东西给捐了。现在呢，我就把家里的一个烂包包把它给捐了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对，就是这里，你看到吗？这里很多很多这个很大的箱子，有橙色、橘，也不同颜色就不同分类的。然后我现在去的这一个呢，就是绿色的，就是可以放一些衣服啊、鞋子什么的，我就把它塞进去。看一下怎么塞，首先要把它扒出来，好重哦，然后。再把它放进去，知道吗？然后就把它推下去，然后这样就可以啦。这样就等于捐了，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吧。然后这里是放一些纸啊之类的，就是可以循环的东西。看到我们刚才还买了喝的，还有水果，是芒果吗？酸啊，有点粉粉的感觉的，好像不是特别水的感觉，有点粉粉，有点什么瓜。多可爱，看着我。咁佢嗰个头咁样即系点啊？好漂亮！因为现在去韩国超市还有点时间，太早了，然后我们就跑来公园坐一坐，晒一下太阳。然后这个公园里面你好的这小鹿鹿，我之前在我的微信和微博都发过很多次视频，都是有这些小鹿，太可爱啦！看这边后面还有两只。今天是那个女王的官方生日，其实跟我们也没有多大关系了，反正就是在选择一个六月非常好天气的一天举办这个活动这样子。然后现在在这个公园里呢，也有很多很多人在这里找一棵树，然后就在这里举行 party 啊这样之类的。还有美女直接穿上 bikini 就在这里晒太阳，超正点的。这是下午的4点钟了，看到转圈，好舒服的天气啊！但是太阳晒了，还是有一点点，好热。去个厕所，明天下去买 ice cream。在英国呢 ，ice cream 在夏天呢总会卖断货的，竟然会有断货这种出现的这种状况哦。国内完全是没有这种状况出现的嘛，是不会卖断的嘛，在这里供不应求的变成一只小鹿，这只长毛，太可爱了，这是他们很胆小。
就休息完了，然后现在就去超市 go go go。 这家就是我们要去的韩国超市咯， H Mart。 这是宋仲基，我是樱桃，好多蔬菜。最喜欢的牛肉，好，我们要这个。对，当然还有我们中国的东西也有卖啦，肉串给你。好多煲汤的料子，还有冒菜料、火锅料，是这样，是我超喜欢这个酱。这个就是我要买的猪骨，也就是用来煲汤的。